Follow my shadows on the way, walking down a yellow tremble on the way, dropping by the brown tie cafe, taking out some coffee with that meal, settle down a riverside, make my favorite tune. You don't know, babe.沙皮饼，这个是小冉她姐姐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的猪肉脯，她跟我说加馒头很好吃，我试一下加在那个三明治里面。如今有了身孕，伤又未好，成日在榻上睡着。哦，他写的那个三一个人大概是三素三荤，那就你选三个蔬菜，三个荤菜，我选三个。大胃王，看有没有？你是大胃王吗？你不是，你是小胃王。甜香肠，然后牛肉要吗？可以，火腿肠。吃火腿肠。要点他们家冰粉吗？还是那边？还是那边，待会儿嘛，待会儿吃了就再点。来，我们先吃。那两个拐弯的嘛，好，你们还没坐到位置啊？哦，要吃就把鞋哈，哎呦哈，好。陈川那边快，应该是挺快的。嗯。我要吃啊，有油哈，对吗？好。那个文庙那儿。对，那有一家。我们外卖啊。都吃啦。我准备那个来钱油饭。最爱的怪味。
要去全家福吗？一包嘛。哎，一份儿。你要啥菜？我要一份凉虾，可以加吗？加的话，好丰富吧？就料还是有点多。对。哎呦，浪费了。我在上微博，关注了你。我啊，我说对啊。我都才知道。好久没有吃甜不辣了。干辣椒好吃吗？嗯。干辣椒好吃。嗯。那这凉粉肯定超好吃的。嗯，应该已经缩了一颗了。上外脆里嫩是不是？酥。嗯。来。是吗？我感觉炸的也挺干的。这个阿加西的这个喇叭。这个炸的米凉粉真的超级好吃，被辣椒面覆盖。哇，这个开始裹满了，你要跟减下肥呀，后面崩了。你好过分啊，这个姨好过分。等一下，胖子崩了，乖乖。色情主播乖乖，跟你今天好搭呀，拜拜。人家给你拜拜了，看一眼嘛，看我一眼吗？拜拜。翠姐专门跑过来吃布丁，太想吃了。到、嗯。绵密。嗯，我觉得那个跟那个舞蹈也画得很乖。哦，对，舞蹈也画得很乖。他特调也好乖哦，吧？嗯。这开心果芝士好安逸哦，感觉。这个炙烤奶酪芝士感觉好安逸哦。嗯是是。开心果，好吃在这边。好的。这是我写小组来的，我知道吗？我不知道。这还有勺子。嗯。感觉很爽。下面那个冻干草莓挺香的。
剩余，它是芝士，那就是一层蛋奶油。试一下吗？下面是美食吗？嗯。那这个也是开心果芝士。减糖那个吗？他说。吃出来开心果味。它那个上面那个开心果的味道，越吃后面就会有回香。就是。新出的冰溪生椰，你给我妈买的啊？那不然呢？今天你过生吗？哎呦！找了回。真正的，比哥一个。那原来你吃那个啥子？我家酥肉还可以。龙门最近的在哪儿呢？这是个妓院。他们也过来呀。要。你没看妓院？你说他的，他要妓的嘛？看见没？好嘞。好了。这是半份儿。冰棍儿是不是有一家？我没吃的。上次我领好过去了，不是就电台那个门那边，他在花王路、花北路。谢谢。吃了没有？
他不要你。我们是在动物园吗？动物园就排这个，可能没人买票。巧克力陈皮面包，你去里头看看，你们家娘娘的药熬好了没有？本宫有话要，能否痊愈？即便是华佗在世，难怪他那么喜欢孩子。既然前世已经铸就，那本宫只希望你能让他康健，别受太多病痛的折磨。有件事本宫想问问你。娘娘但说无妨，且小主当年曾经受到于氏的毒害，身体余毒未清，也未。看来皇上是不会来了。从前翊坤宫和碎羽轩是宫中两处最热闹的所在。小主他，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坐着呢？替我谢谢你们，小主。健身房小伙伴推荐的卷凉皮。
发自己。对对，真的很能干，真的要夸夸要夸身份，真要。拜神。哎，我那边，这边。哦，这样子，哦，这样子，我说，哦。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有没有把我人撇进去？祝你生日快乐！好，那玉阳跟我一起睡嘛，来。耶！臣妾在他便是赶着也不肯走了，越来越能说会道了。有你在哀家身边，又有温太医的医术，哀家的身实在没什么用处的。臣妾知道娘娘从不用香，但不知娘娘为何不用香。是女人哪里能够节省些香料银子，只是再怎么节省，旁人一看到年妃所用的欢仪，说来就来了。娘娘不觉得意外吗？迟早的事罢了。我觉得这款还蛮好吃的。贺喜娘娘，起来吧。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很忙的话，就是后面我们出家完了后就再回来，就是一再回来。小心谢谢。你看嘛，他的每次的朋友圈，歌手举不举得了？这杯子举得太大了，来嘛。那个负一楼有一家，我们以前去有一家油炸，你还记得不？好早以前。嗯。还记得你带我去吃的苏菲黄喉，真的是好好吃哦，真的可惜哦。买个饭都差不多是三四十。对呀、啊。那个估计是个鱼，看。哎呀，你是哪两天去的不？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对我说，只要逃离这儿，我就啥子都开心。你们这个太大一份了吧？好大，好大一份，这个超值这个。主要让大家吃饱噻。谢谢，谢谢。好家伙，吃多了，太大一份了。但是我也挺喜欢吃夏天的，就是。我也喜欢吃夏天，从小的最爱。现在它盐是生的最好吃，另外一种味道。更香是不是？嗯。不香不香的。
但是你会找。还有那次的那个韩式的，我现在都觉得很可爱呀，那个帆船，上面还有脸嘞。你我睡的。哦，有点早，去年前年子了。去年啥天子？前年子，前年子圣诞节了。那么久了。时间过得好快哦，哥。在那家店，我觉得好好看呀。把那两桶胡萝卜的饮料啊送给了同一栋楼关系比较好的一户姓张的邻居，在隔当时就听着不对劲儿，就进去给白沫儿，他把一下子楼下的那个车那边跑，当时呢这个事情就给他说，就说他也难受的不行，就让他姥爷先过来医院帮忙守一会儿，等他们三个赶到医院的时候，就瞅见他爸满脸煞白的躺在那个医院的急诊门口的那个椅子上，他当时看见他爸那个样子，他以为他爸没了，就吓得直哭。他姥爷进去了，就把衣服的，然后我再送给别人的，然后也告诉了警察。这些警察呢，得知了消息，就派人去找送礼物的那个人报。然后等警察来了之后的第三天，他妈妈呢经过了两次洗胃，就身体逐渐开始恢复过来了。然后呢就打开手机看消息，结果他那个朋友，也是他妈妈送饮料的那个朋友啊，就在那个 QQ 消息，就意思是说，如果你，也就是指他妈妈，早上好呀，大家，今天要去体检，现在才7点钟，就已经出门了，好困呐。又来买贺记蛋烘糕，刚刚吃了一个怪味的，然后今天还买了一个芝麻糖的。是微臣的本分，正如魏定华，只是真心的希望，无论小主也好，婉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步。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照拂玉体之人，微臣心中的别无他念。彩月，送一送大人。是，你怎么站在风口上？等下受了风就不好了。妹妹今日怎么跪步临见帝？姐姐先别生气，我今日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你请回吧。姐姐纵然生气，你听我说两句。好奇，会呀，好奇酒店呗。对呀、啊，是的呀、啊。是空房那个吗？一样的。钱多。就这样了。
玫瑰花加乌龙茶制作而成的。它冰才是很爽，对的。哇哦！就是香薰，不要。玫瑰的，对，你们不要排斥它的味道。没有没有，就主要是一下烟就。对，因为它是玫瑰香薰，就是下午茶嘛，就比较让人舒缓放松一些。完美，闻到了。华丽服装。华丽服装。对，就是要遗产，很好，很好。它第一种喝法的话就是直接热喝，它可以品尝到一个茶本身的温润的茶本味儿，会降温，然后提高桂花的那个香味，茶的那种苦涩味会相对来说降低一些。茉莉清茶嘛，就是普通的茉莉花和野生绿茶萃取了什么茶味的奶油慕斯，这个的话是四季的夏豆茶道。造型的话是一个丰盛圆叶的形状，黄色的是撒的开心果粉哈。这个是四季的冬雪儿版的盘子，还比较有特色，玫瑰有个油脂的味道，对，就是有染上去油脂味比较浓。我觉得你姐夫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然后就是去佩斯就是西边嘛，然后起码要飞就是5个多小时，所以说其实从佩斯去马来西亚和从悉尼去佩斯是差不多距离的。打电话。谢谢。罐装的最大的好大。罐装的酒瓶装的可乐水给王老吉这些，因为还需要嫂子的。来，好久的先来一个。我有可能别个人是嫂子那个人。